诸位法师，诸位大德同修，大家早上吉祥，阿弥陀佛。很高兴今天除夕我们能够共聚一堂。这除夕是团圆的日子，我们团圆在净宗学院，团圆在师长的教诲，因为这个善知识的教导啊。伴随着我们每一天，甚至于是每一个时刻，因为古人有说啊，三日不读书会面目可憎呢，所以我们呢不能离了师长的教诲啊。怕我们离了老人家教诲我们自己的正念呢，就不一定能够保持了。而且也常跟同学们提到我们这一生遇到老和尚那代表我们这一生呢。当生成就的缘成熟了，所以我们要掌握住，自己无量劫来稀有难逢这一日，我们要跟老人家团圆，在西方极乐世界的老家，这是我们呢。共同的心愿，那在除夕师长也有针对除夕对我们的教导，但本来今天呢也是想，所谓新年新希望，我们展望。癸卯兔年，我们对我们的修行对我们的工作有怎样的一个愿望期许还是我们有什么要探讨的问题大家可以写下来或者是待会也可以提出来，大家一起共同来互相勉励，互相切磋，所谓善有为一一众靠众，相关而善，自为谋，大家可以互相切磋观摩学习，那昨天是有跟我们汉学班的同学们有一些交流那我们明德国际学校的教职员工待会大家也可以。做分享或者提出问题来当然我不会叫哪一个人大家不要紧张不然我这么一说，大家在那里动动动动这个时候就动动阿弥陀佛因为要护好这一颗心很重要。
要在每一个境界当中啊，做得了主啊，不能被境界给转了。心做得了主啊，那就事事是好事了。哪怕是逆境恶缘，因为我们的心没有生烦恼，我们没有被他转了，他就被我们转了。我们心不动，我们用的是真心，真心就会触动对方的善根了。所以《楞严经》当中有一句话讲，教诲的好啊，若能转悟，则同如来啊。好，那等于我们修行的重点呢，是不被境界影响自己的心。那自己的心做得了主了，我们保持真诚慈悲待人。那人之初性本善呢，一切众生皆具如来智慧德相。那我们用真诚慈悲啊，我们对对方来讲是个缘，就会触动他本有的善根呢。所以天下无不可化之人呢，但恐诚心未至。我们面对同仁，面对学生，面对同学，我们都抱持这样的信念，天下无不可化之人，但恐诚心未至。因为我们从事教育，包含我们修道，一个最重要的基础，所谓性为道源功德母啊，道的源头，功德的母亲啊，是信心。我们信心能保持住了，遇到一切境界啊，升起功德。因为信心清净，则生实相啊！信心不动，对人都是真诚啊，哪怕是一个微笑、一言一行啊，都是功德。所以师长又讲啊，念佛啊，这个念，精心。心上真有佛，所以我们用真心的时候啊，生活是功德，工作是功德，应酬是功德，处世待人接物啊，没有一样不是功德，没有一样啊不是念佛了。所以信心保持住了，就真诚了，因为不怀疑他人了。信心保持不住啊，会有烦恼起来了。听到这个声音，不知道有没有生烦恼？这个门关起来也是提醒我们啊，假如我们刚刚有吓到了，代表我们的心不够定啊！幸好我刚刚没吓到，不然这个话我就不好讲了。何处是道场啊？我们静下心来去体会啊，六尘在说法啊，处处啊是道场。我们能够用经教
随时来思维啊，处处都有误处啊。比方这几天啊，我们看图文巴的天气啊，挺好啊，温差大不大？哦，温差不小啊。大家有没有想到什么？西方极乐世界是所居国土啊，无有日月啊，四时寒暑雨敏之意啊，啊，没有这个天气的变化啊，所以这个天气也在跟我们说法，天气无常啊，啊，还是到哪里去比较好？哇，你们好像不大愿意去啊。到极乐世界去呢，没有这种春夏秋冬的变化。哦，啊，像陈德当初在庐江的时候啊，大家住过长江流域吗？哇，你们应该去见识见识啊！啊，那有零下的温度啊，但是没有暖气啊。这个屋外跟屋内啊，差不了多少。哦，所以那个被窝里面呢，没有放两个热水袋啊，很难睡着。哦，哎，那这样的天气啊，其实也在给我们说法了。哎，我们随时啊，将现在所处的人事环境跟物质环境啊，跟极乐世界一对照啊，我们就会想着还是到极乐世界好了。好，那师长有讲过啊，怀疑的啊，这个愚痴的核心啊，是怀疑。哦，那等于啊，我们生烦恼啊，是愚痴产生了烦恼，而怀疑啊，又是愚痴的核心呢。好，那等于是我们一怀疑了，烦恼就会起来了。哦，不怀疑啊，那就生功德了，功德母啊，道源呢，道的源头，保持信心呢，就跟真心相应了。当一个人对人之初性本善没有丝毫怀疑，他面对学生，面对同事同学，他那种信任的磁场啊，就会给予对方啊力量了。哦，所以这一句啊，性为道源，功德母啊，对我们教育自己、护念自己，包含教育学生呢，这个是最重要的基础了。哦，所以师长讲啊，从事教育啊，三字经前面八句话很重要啊。啊，第一句，人之初性本善的，啊，我们不怀疑孩子，不怀疑一切人啊，性相近习相远，狗不教性乃迁，他妄心做主啊，习气做主了啊，我们知道他有本善，但是他现在被习性控制，我们不止不会责怪他，会怜悯他。哦，哎，就好像一个人啊，他家里啊，地底下都是金矿，但是他不知道，他到
街上啊去乞讨。那诸位啊大德同修啊，那你会怎么做呢？我问的这个问题太难了，是吧？啊，大家会怎么做？赶快去挖他的金矿，是吧？哦，那这样有点自私了哈。放心，你们家也有金矿，不用挖他的。啊，我们也很自然的，赶紧去告诉他，你地底下是金矿啊，你不要乞讨啦。我们相信每一个人都有如来智慧德相，希望他赶快受用无量的智慧德能啊！啊，我们不忍心看到他被烦恼困住了。所以这前八句重要啊！狗不叫，性乃迁呢。啊，可恶之人必有可怜之处啊！他遇到的缘不好啊，啊，于诸众生示落自己，哎，我们做他好的真上缘，啊，教之道贵专呢，啊，教学的原理原则专呢，啊，不能学杂了，不能学乱了，啊，所以。要一门深入啊，常时熏修。哦，一天的课啊，不能排七八节课都不一样啊，教的学的都脑子都有点乱了。哎呀，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呢。啊，承德自己求学过程，哇，一天学好多科啊。再来呢？都学成考试机器了，可能你们跟我不一样，我是说我了，悟性啊被影响了，那自己走过这样的路啊，自己在从事教学呢，不希望学生呢继续这样子，希望他们能更多的熏习老祖宗教学的理念，教学的这些内容，啊，四书五经啊，啊，圣学根之根。好，那教育啊，啊，我们昨天提到，做之君，做之亲，做之师啊，不是指。子子啊，当父母，当领导，当老师，是每一个人，我们愿意啊，利益他人，为人演说啊，我们在任何角色都可以做之君亲师。佛法是圆融的，哎，有一些家庭学佛啊。因为小孙女哎改变的啊，小孙女学的佛了，哎，善根流出来，让大人觉得惭愧了啊，有没有这样的家庭？有啊，所以最重要的，我们用真心啊，不管在哪一个角色啊，给大家举一个例子。美国最早的汉学系啊，是哥伦比亚大学成立的，是一位叫丁龙的中国人啊，他是过到美国啊做苦工啊，给人家当佣人的，啊，他人穷啊，志不穷，他在一位。啊，很有财富地位的美国人家里做佣人，啊，结果这个老板呢，脾气特别大，啊，
很多他底下的人呢都被他给骂跑了，连丁龙啊这么从来不生气任劳任怨的人呢也被他强迫，你给我离开，不让他在，他没办法，他也离开了。结果后来他的老板家里失火了，没有人回来帮忙啊。可能这些人心里想啊，苍天有眼啊，烧得好啊，对人那么凶。哎，只有丁龙回来了，这个老板很感动啊，然后就跟他说啊，哇，你这么有道义啊，你的父亲啊，因为他知道丁龙不是字啊，他说你的父亲啊一定是学问很好的人。他说我父亲不识字啊。这个老板接着说，那你的爷爷一定是读很多书的人啊。他说我爷爷不识字啊。哎，我们在传统文化里传统社会里面呢，不识字的人都懂伦理道德因果啊。他看这些戏剧啊都是演忠孝节义啊。后来这个老板呢很感动啊，就请他再回来工作。他在那里待了一辈子啊，最后年纪太大了，要离开了。离开前呢就跟老板讲啊，说我有一个心愿呢，可不可以请你帮忙啊。他就把他一生的积蓄啊全部拿出来了，说我没读过书啊，但是我知道我们老祖宗的文化好啊，可不可以在美国成立一个汉学系啊。哇，这个动作啊震撼了这个老板。你看他没有地位也没有财富，但他志向这么高远，所以这个老板就他的钱根本差太远了，这个老板就以他的财力啊全力来支持啊。所以哥伦比亚大学的汉学系是丁龙成立的，他做着君呢，他一切行为以身作则啊，他真的把这个老板当自己的亲人一样照顾啊，做着亲啊。他跟老板相处过程，他的一言一行也都在启发老板的善根啊，不然他后面也不会这么全力支持他，这都做着师啊。所以不以身份地位财富影响我们做之君做之亲做之师哦。我们有一个学生啊，他母亲啊去世的早，后来父亲啊娶了后母，他的后母啊都被他的行为感动，说啊我们家啊好多啊上一辈人的一些隔阂，一些没有化开的结呀，因为这个孩子他的身教言教改变过来了，所以大家不能小看自己哦，真心现前呢，力量很大。那我们看这个交字啊，古人在字中啊就有智慧了，常常跟
父母啊，为人父母的交流啊，啊，我听到不少次啊，啊，他们说到了，我给他讲了很多遍了，他就是不听啊。那很可能我们当父母的觉得，什么是教他？讲很多遍。好，我们看一下这个教字有没有嘴巴？没有。这个教字啊，左边两个叉，右边一个小孩啊，哎，不，下面一个小孩。这个字的左边就告诉我们，第一个叉呢，父母老师画的，领导者画的，下面呢，孩子、学生、下属画的，上行下效。所以孔子说，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呢。啊，《易经》六十四卦有一卦家人卦，那我们有家庭的人，家人卦啊，家人有严君焉，父母之谓也。一个家当中啊，有严君呢，就很有威严的领导者、君王啊，就是父母。他的身教啊，会给孩子道德的威严呢，啊，孩子就不敢乱来，不敢造次了。哦，所以左边以身作则，右边一个树枝啊，一个手拿着树枝，不是打人哦，不要误会了啊。他是耳提面命啊，耐性。我们以这个字来关照啊，我们就容易看到，哎，我这个身教还有不足的地方，我这个耐性、恒心还有不足的地方，我要赶快来用功。这样我们就不容易啊，是只盯着孩子的过错了。其实我们学佛了，要以彻法圆底的正思维啊，来面对境缘的。啊，家庭孩子是我们的医报，医报随着正报转，正报是我们的心呢。啊，心转呢，境界就跟着转。啊，一切法从心想生，但是我们往往啊，向外着相，见人家过了，我们就是烦恼做主了，正念就不容易保持了。哦，所以在境界当中要拉回来，要往内啊，啊，佛法是内学，我不能往外了。那我们从事教育啊，啊，要学习孔夫子，学习佛陀，啊，诸位啊老师啊，啊，我们干这一行啊，我们的鼻祖啊是孔老夫子啊，哎，大家有没有觉得与有荣焉啊？我们跟孔子同行的啊。哎，我挺高兴的，你们好像不是很高兴的。哎，那我们有榜样了啊，向他老人家学习啊。他老人家德之不修，学之不讲，文艺不能习，不善不能改，是无忧也啊。哦，他常常在。啊，首先，他反思自己在这些部分有没有不断提升，德行有没有提升呢？学问有没有深入啊？啊，文艺艺者，宜也应该做的事，
有没有尽力做啊？啊，不善有没有改了？啊，进一步啊，他也担忧学生在这些方面不能提升。啊，他很好的去护念自己，护念学生呢。那佛陀也是如此啊，而且佛陀以身教来带动我们。有一部经啊，叫《受心碎经》，在大藏经里面有啊。我们除夕夜啊，将迎来兔年了，啊，癸卯年。那佛讲这一部经的时候啊，就是在除夕的时候讲的。啊，这一部经里啊，佛啊在除夕啊带领大众啊反省这一整年，啊带动大众啊忏悔。哦，那这是佛陀啊最好的身教了。啊，佛说到了。这个是老和尚啊，在2020年农历啊新春的开示啊，啊，我们呢随时依止老和尚的法身舍利啊。啊，有同学问到啊，哎，怎么让自己不退心呢？师长有说了，每一天都要清净。经典啊，清净经典呢，就是清净佛菩萨的教诲。一天都不能不熏习哦。啊，古人是三日不读书啊，面目可憎呢。我们现在的功力啊，撑不了三天了。啊，依承德来讲啊，一天也撑不了。得要怎么办呢？一有时间呢，就要听经，就要念佛。啊，不然一有时间呢，不赶快精进听经念佛啊，就会打妄想了，妄想就会做主了。啊，所以三时系念呢，有一句啊，中峰禅师的法语啊，对我们的提醒啊，很深刻啊。须臾被念佛之心，刹那即结业之所。对自己来讲啊，我只要不念佛了，就起妄念了，就起轮回心了。刹那即结业之所啊，就结轮回的业了。我真的不想再搞轮回了。但要不搞轮回啊，那自己的念头啊，不能是见思烦恼做主了。啊，所以一不念佛，贪嗔痴慢疑就起来了。哦，越关照自己啊，越觉得，哎呀，不抱着这个救命稻草啊，啊，不念佛不听经啊，真的做不了主了。所以我们要保持啊熏习啊，不使一秒钟空过，不使一句话空说。啊，这个时候啊，依众靠众最好。啊，家庭里面呢，啊，由自己带头啊，成为佛化家庭，啊，大家一起修行。那在团体里面呢，啊，我们说相关而善，啊，看到人家很用功啊，啊，我们就生惭愧啊，不敢懈怠了。啊，假如一个人在房间里用功啊，就比较靠不住了。啊，有时候一用功啊，用就梦到周公去了，啊，就用功到床上躺下去了。
啊，一躺醒过来，两个小时过去了。我们修行还有自知之明啊，这个依重靠重啊，还是很重要的啊，不能说，哎呀，在家里念无量寿经，跟到道场一样嘛。那真一样才能这么说啊！在道场啊，尤其啊，你看现代量子力学啊，强调这个念头的力量啊，那几十人、上百人一起念无量寿经，那个磁场很强啊。那佛。在除夕啊，讲到了我今欲受新岁啊，我要接受啊，新的一年来了。我无过咎于众人乎？又不犯牲口意也。就是佛陀讲到了啊，他带头反省了、我这一年当中啊，这个过咎就是过失了。处事待人接物啊，有没有过失啊？一个人的修养啊，在哪里勘验出来？处众的时候，一到团体里来啊，每个人来自不同的家庭背景、成长环境，一在一起的，我们心量不够大，不能包容啊，可能就有摩擦了。就有不愉快了，所以这个都勘验我们了，能不能扩宽心量啊？量大福大啊！所以师长教导我们，普天之下没有我们不能原谅的人啊，没有我们不爱的人。其实原谅别人呢，也是原谅，也是爱护自己呀。你不原谅他们，你的心就一直揪在那里呀。真正自爱啊，观自在呀，观自己的自性在不在呀。真正自爱是爱自己的佛性啊，爱自己的真心啊，我不让啊烦恼做主啊，因为烦恼一做主啊，我又得去搞轮回了啊。当我们的身心不放松，显然我们的念头就不是处在真心的状态了。所以观自在，观自己的自性在不在不能被习性做主了。所以圣教教我们一个字啊，爱呀。首先我们要自爱呀。自爱呢，知道我们的心量啊，是可以包虚空法界的。我们要恢复我们本来的心量了。所以这里佛讲到了，首先反省啊，处事待人接物啊，有没有过失？师长有说啊。有人因我而生烦恼，我应该要反省。我们佛门说不杀戒，不恼害众生的。我们都从处事当中啊锻炼，不恼害众生，再来第二，不偷盗，更深入讲，不逾矩。
没有人家同意啊，我们不要去动人家的东西。那不邪淫，延伸开来呢，就是礼，要对人事物恭敬。这个五戒跟五常啊，完全相应了。不杀生，仁；不偷盗，义；不邪淫，礼；不妄语，信；不饮酒，智。英雄所见呢，大略相同。好，师长在讲经的时候都说啊，他不欢喜见到我，我避开，他也生欢喜心了。这都是老和尚处事的态度啊。我们当学生的向他学习啊，要越来越像他老人家。第二，佛陀讲了，我有没有犯身口意呢？就是我有没有造十二业？这个十善呢，佛在十善业道经比喻啊，十善业就像大地一样，大地是能生呢。所以我们无上菩提果啊，也是以十善为大地啊，才能修成呢。好，这是反思啊，我们身口意有没有跟十善相应？好，那我们就体会啊，释迦牟尼佛天天都是这样反省。那我们希望呢，这个反省啊，变成家风，变成团体的风气，那我们当父母、老师，要带头了。其实这每一句啊，都可以用在我们当下的。那新年呢，更是特别提醒，因为要迎来新的一年，我们对过去一年没有很好的来反思啊，我们在接下来新的一年，同样的错误啊，很难不再发生啊，除非我们呢反省的很深刻，就有警觉性啊，后不再造。所以群书之要说，前世不忘，后世之师啊。那我们反省好了啊，自我期许啊，要改掉这些问题。那有佛法就有办法，都有对治的教诲。那佛是已经啊究竟圆满的果位，他老人家尚且要这样做法啊，天天检讨，天天反省，那何况我们啊？对不起，凡夫呢？那我们想想啊，自己是生死凡夫，不知道反省，不知道改过啊，那我们在六道轮回是每况愈下，不会提升。这个要知道啊，不是向上走啊，是走下坡路啊，这多危险啊，前途一团黑漆啊，还能够放逸，还能够懈怠，听凭无常来临，手忙脚乱啊，那时候迟了，来不及，必须趁我们身体还健康，头脑还清楚的时候，要认真的忏悔，彻底改过自新。学佛多少要几分像佛的样子，这才是真正聪明人。这是佛过年的时候
给我们做的榜样。啊，《了凡四训》也提到，一日不知非，则一日安于自是。啊，一日无过可改，则一日无不可敬啊。啊，了凡先生这些话，我们用心去感受啊，太慈悲了。他老人家生怕我们错过了人生难得、佛法难闻的机缘呢。哦，天下聪明俊秀不少啊，很聪明，根性也很利啊。所以德不加修，业不加广者，只为因循二字啊，耽搁一生呢。啊，因循苟且了。哦，昨天啊，我跟我们汉学班的啊年轻的同学们啊有交流，哦，他们都啊把自己的不足啊当众说出来，啊这一份勇气呀，啊真的很敬佩，啊这是自己不如的地方，啊这后生可畏啊。那孔子也说，知耻近乎勇，啊，我们肯去面对我们的习气，啊，这个是知耻，啊，这是有勇气啊，改过了，啊，他们有提到，啊，自己啊比较浮躁，着急了，啊，这个为学第一功夫啊，要降得浮躁之气定了，好，那在什么时候降服浮躁呢？啊，一切时，一切处，啊，一切言动，哎，都有警觉性，哎，心不能浮躁，啊，都要安详啊，啊，时差久错，只为慌张。静修集要里面有提到，全修在性呢。我们在一切境缘修什么？修真心，修这个本性。哎，他一急躁起来了，我们能反观到啊，阿弥陀佛。啊，他一急起来了啊，凡道自重且疏啊，讲话慢一点。啊，走路一急了啊，步从容，立端正。当然哦，你们在赶时间的时候啊，啊，不要说不从容立端正了，这个时候要不要快一点？啊，脚可以快，心不能急，可不可以做得到？可以啊，啊，你看我们念追顶念佛的时候快不快啊？快嘛哈，阿弥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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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急，这个快不快？快啊，心能不能急？啊，那追顶念佛，追到整个心都快跳出来了，那这个不行了。追顶念佛是让妄念进不来。啊，佛号快，但心没有急哦。所以真的，我们赶时间的时候，脚程可以快，心里要念佛。不能慌啊，因为我们也有可能遇到这样的情境啊，时间刚好比较只剩五分钟了啊，你也不能不用跑的了啊，所以法是活活泼泼的，我们灵活运用啊，看情况啊，但是护好这颗心。哦，包含也有提到，哦，这个容易懈怠，哦，那我们就要有对治的方法，哦啊啊，怎么精进，啊，用功，啊，怎么自我督促，
这个都要有配套的措施出来，包含肯接受别人提醒，这样自己是当局者迷啊，有这么多人提醒，就更知道问题在哪里，懂得去对峙，去突破了。好，所以我们总结过去的一年，期许新的一年不再犯。接着师长说的，我记得有一年过年了，李老师在联社为大家开示，一开端就说过年大家喜气洋洋，见面第一句话就是恭喜恭喜你，细细想来有何可喜寿命少了一年了，业障又增加不少，严格的讲是悲哀，哪有什么可喜，世间人颠倒把可悲的事情当可喜真正可喜的事情早忘得干干净净，如果我们事情一年比一年淡薄，就是不留恋这个世间呢，事情越来越淡了，悼念一年比一年浓厚，这个道心越来越坚固了，那是可喜了，因为这个是带得走的假如我们精进修行西方极乐世界的护照办好了诸位同修，这一件事值不值得可喜太值得了，我们世间万般将不去什么都带不走念佛的功德力，普贤行的功德力带得走临终这普贤的功德力就带我们去极乐世界了所以我们想一想今年处世待人接物都用普贤行来对照礼敬诸佛，称赞如来都能看到别人的优点呢那这一点真的要跟我们悟情法师学习昨天有一个同学说我劳动太粗鲁了我们悟情法师马上说没有他力气大马上能看到人家的优点这个功夫要练老法师讲普贤行的时候有说普贤菩萨只有赞叹没有批评我们能真正照普贤行做这跟极乐世界的频道就接通了这身则决定身这个是极乐世界的护照办好举个例子供大家参考这个几十年前有一位教育家叫陶行知大家听过吗陶行知先生他是校长有一天刚好看到有一个同学要打另一个同学他马上制止了不能打人结果他
他说你到校长室等我，我去办一点事我就回来了。哇，这个要打人的孩子战战兢兢啊，到校长室去等了。这个陶校长啊，拿了四块糖果，后来到了校长室了。他首先呢，跟这一位要打人的同学说了：“校长让你到校长室啊，你就来了，你很听话，给你一颗糖。”刚刚校长啊叫你别打人呢，你就停手了。代表你很尊重校长，再给你一颗糖。刚刚那件事啊，我去调查过了，因为啊有一个同学欺负别人，你看不过去啊，你打抱不平，代表啊你有正义感，再给你一颗糖。这个孩子从惊恐到惊讶，到校长都这么肯定他，他的善根出来了。他说：“校长，是我不对啊，我不能打人呢，毕竟他是我同学啊，我用这个方式是不对的。”校长说：“你已经知道自己错了，再给你一颗糖。”哇，假如练成陶校长这种功夫啊，你说谁的善根我们换不行。后来这个学生呢，也好像是成为一位老师了。天下无不可化之人了，但恐尘心未至了。而且这个孩子本身家庭环境确实有一些情况。但是遇到这么有耐心爱心的校长，也把他的善根呢唤醒了。所以真正可喜的是带得走的。所以假如我们还在搞名闻利养，五欲六尘，把这句佛号不当作一回事，那哪有什么可喜的呢？海贤老和尚说啊，成佛是大事啊，其他的啥都是假的。这种法语真是振聋发聩啊，提醒我们万般将不去啊，唯有业随身啊，只有念佛成佛这件事才是真实的。人生呢，要把最后一刻看清楚啊，再来经营人生呢，心境不一样了。最后一刻，两手两脚一摊，身体带不走，身外之物更带不走，甚至于身外之物还变成了牵挂，变成了累赘，你就更去不了了，更走不了了。所以我们要求生极乐世界呀，要学阿弥陀佛啊。阿弥陀佛在哪里呢？无量寿经啊，就是阿弥陀佛。你每一天读诵，每一天学习，没有离开阿弥陀佛。无论在什么时候，无论在什么处所，都不离阿弥陀佛。这叫真正学佛。师长说啊，我给大家介绍老师啊，阿弥陀佛啊，把无量寿经里面的道理变成自己的思想见解，把五经一论都变成自己的思想见解，把这里面的教训变成自己的生活行为，使自己
跟经典完全相应。啊，经典跟自己的思想见解言行融汇成一体呀，这叫契入弥陀境界。好，你能够契入弥陀境界，不必完全，能够契入几分，能够契入少分，往生就有把握。好，如果我们起心动念，言语造作跟经上讲的相违背，哦，那天天念诵也没用处，不能往生呢。所以经教不是念的，经教是教我们要行的。无量寿经教我们要做的，我们认真努力去做。教我们不可以做的，我们不但不能做，念头都不能起呀。啊，有同学提到了，啊，新的一年呢，啊，希望建立自己的正知正见。啊，师长这一段话都是在教导我们修行的正知正见呢，因为我们面对境界的时候啊，是我们的正知正见在起作用。所以应主特别提醒，学佛首先发菩提心，我们菩提心要发出来。菩提心啊，是修行的主帅。这个脱离六道轮回的圣仗啊，假如主帅没了，这个仗怎么打？菩提心要发。再来应主强调，一定要建立正知正见。我们修学进进退退啊，很可能是菩提心没有很好的彻底的发出来，然后啊，这个知见没有建立起来。师长老人家有说过啊，佛法的根基啊，是张家大师帮老和尚扎的。这句话大家听过吗？哦，老和尚有说，他跟张家大师三年了，佛法的基础，张家大师帮扎的。我们要会听哦，基础重要哦，根深蒂固啊，才能枝繁叶茂哦。那我们有没有去找过老和尚回忆啊，张家大师教了他什么？那个就是建立正知正见哦。好像有相关单位把它整理出来了哦。他们这些工作人员真的是好人做到底啊，送佛送到西了。好像是张家大师啊，原籍纪念的时候啊，是30周年还是多久的时候啊？有整理出这个教诲来，其中教导当中强调的解帮助行，行帮助解，要解行相应啊。所以师长讲的，这个经教不是念的。要行的，我们忽略了解行相应啊，这个学啊就很难提升了。不力行，但学文，长浮华，成何人？反而傲慢起来了。包含我们容易懊恼啊，沮丧啊。张家大师有教啊，什么叫忏悔？后不再造。我们依照这些
教会啊，我们少打很多妄想，少很多负面的情绪，你看这些知见呢，都会指导我们。哦，那师长老人家还有提到了啊，无量寿经啊，100%做到啊，上品上身，啊90%啊，上品终身，啊，以此类推啊，20%啊，下品下身，啊，就是这里提的，也要啊，气入少分呢，啊。往生就有把握。好，那这里老和尚提到了，无论在什么时候什么处所，都不离开阿弥陀佛，都不离开无量寿经。那我们今天听完这一段了，我们有具体的做法了。哎，今天要跟人家谈话了，想到什么？善护口业，不记他过啊！啊，和言爱语，劝喻彻净啊！哦，那无量寿经就在指导我们处事待人接物、生活、工作了啊！做事的时候，做事仓促，败毁在后啊！做事不能急躁啊！那我们就养成一个习惯了，啊，我们做事的时候啊，都用经教来思维，哦，那就相应了，啊，都用三福六合三学六度普贤十愿为标准。接着师长说了，佛教我们不可以，哎，佛菩萨如何保佑我们？经典里头的教训是保佑我们，我们能够依教奉行呢，送善因得善果，这是保佑。而且当我们在做事的时候啊，都是依照经典，那佛菩萨的加持啊，就同时到了。假如我们做事啊随顺贪嗔痴，佛菩萨加持不上了，有障碍了。哦，就好像太阳都在呀，啊，我们拿了一只黑色的伞挡住了，这光线过不来了。哦，那师长提到《无量寿经》讲，如来所行啊，亦应随行啊。众修福善，求生净刹。这是这一句话是《无量寿经》啊全经的总结。如来所行啊，我们亦应效法随行啊。如来所行呢，从心情上，心啊是清净行、平等行。觉醒就是清净平等觉，啊，我们随时用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心，啊，这个就是如来的心行了。从事相上呢，我们将无量无边如来行归纳为五个科目，啊，三福六合三学六度十大愿望。这个就是阿弥陀佛万德洪名在我们生活中的落实。这个真心我们靠念佛深深唤醒自己洪名正章自性。可是这个真心呢，它愈缘它会起作用啊。哎，起作用就跟三福六合、三学六度、普贤行愿相应了。所以这五个科目啊，不但是净土法门修学的根本，
可以说是世尊49年所说一切法门的总归结呀、啊。日常生活当中起心动念、言语造作，都能与这5个科目相应啊，这就是万德洪明落实了。啊，能够深深佛号都具足这5个科目啊，啊，这个就是佛功德了。哦，所以我们啊，这颗真心啊，啊是要落实在生活、工作、处事、待人接物的，啊，心行一如啊。哦，那我们遇到老和尚很幸运呢，啊，假如让我们自己。啊，面对大藏经挑5个纲领啊，哦，那对陈德来讲是挑不出来了，头都晕掉了。那老人家深入经藏了，帮我们拣选出来啊，这是我们的福报呢。我们依教奉行了，就刚49年所说一切经教，我们纲举目张了。哎，修学能掌握纲领啊，这是很幸运的、啊。哦，那我们现在从事教学或者处事，哎，我们都以5个纲领啊来关照，那我们的心就不会偏了。我们的心没有偏了，我们做的事就往好的方向发展了。孩子就受我们好的影响，学生就受我们好的影响了，家人也受我们好的影响了。回过头来想想自己呀、啊，自己跟佛的差别在哪里？啊，这5个科目，我们要把它做到，把它变成我们的生活行为，我们才是心同佛心，愿同佛愿，解同佛解，行同佛行。啊，我们做到了多少？这是我们要问自己的了。我们这个佛号为什么念不好？啊，念了这么多年，西方世界啊，连个影子都没有，啊，一点消息都没有。我们的修学呀，一定有错误。这就是值得我们认真去检讨的地方。啊，错在哪？师父领进门呢，修行靠个人，我们得自己勘验哦，啊，不能打迷糊仗哦。啊，昨天汉学班同学们都很具体谈到，哎，自己要对治的习气。哦，啊，我们调伏烦恼啊，这个叫真用功啊。进一步能放下这些烦恼了，所以师长引导我们呢，我们这个佛号啊念不好，错在哪？错在没有根呐！啊，敬业所种三福。这不是敬宗特别重视，啊，修哪个法门呢？都要重视敬业三福。哦，佛说得很清楚，这三福叫三世诸佛敬业正因，这句话说得多重啊！我们往生就是当生成就我，那我们就是要去做佛啊，一定要修三世诸佛敬业正因。啊，三世，过去诸佛，现在诸佛，未来诸佛。啊，所以菩萨修成佛道啊，决定不能离开这三条。违背这三条啊，不是佛法。这个三条是
佛法里面无论是大乘小乘宗门教下显教密教三世一切诸佛都用这个做最高的修学指导原则，所以这能违背吗？这能小看吗？我们修学不能 学高了，要扎好基础，这能疏忽吗？凡是修行不能成就的中途便捷的我们可能在修学的道路当中也看到不少人离开了，你看师长这里点出来了，修行不能成就中途便捷的都是没有把三福啊当一回事啊。你细心去观察，他对这个三福不重视，这不是释迦牟尼佛一个人说的，是三世一切诸佛都这么说的。比方说我们有看不顺眼的人，还是跟根有关了，爱亲者不敢恶于人，近亲者不敢慢于人。我们在人际关系当中啊，处得不好啊，根在啊，我们跟父母相处啊，很可能啊，我们还有见父母的过啊，我们对父母还有傲慢呢、啊，那要对别人不傲慢呢、啊？不大可能的，而孝亲尊师啊，开发我们自性本有的德能，所以《孝经》当中讲的，真正这个孝显发了，不敢恶于人，不敢慢于人，教以孝啊，所以敬天下之为人负责也，教以悌啊。所以敬天下之为人兄者也。我们真的对父母恭敬感恩呢、啊。当我们去看到别人的父母啊，就会升起哎呀人家的父母也不容易，这个推己及人的心啊就来了。就像承德自己的印象到同学家，同学一介绍，哎，这个是我姐姐，我马上就肃然起敬了，因为姐姐，我叔家有两个姐姐，对我很照顾啊，那我们对姐姐的恭敬很自然的，就会转移到对别人姐姐的恭敬了，我们能体恤父母对我们的担忧。我们也会去善待天下父母的小孩因为我们以体恤父母的心啊，去体恤天下为人父母者，哪一个父母希望他的孩子在团体里被人家欺负啊？都是他们父母的心肝宝贝啊。再来，我们不能轻视每个人，因为每一个人都是阿弥陀佛的心肝宝贝啊！大家认同吗？哎，我们心同阿弥陀佛，愿同阿弥陀佛我们要去照顾好阿弥陀佛的每个心肝宝贝啊！心同阿弥陀佛，一切皆成佛啊！黄念祖老居士说：“四十八愿从哪里来的？”从这一句啊，一切皆成佛，这是阿弥陀佛的心啊。在明朝啊，有个读书人叫杨成斋他的太太他的夫人啊，七十多岁了每天起很早啊，大冬天的
起来干什么呢？煮粥给底下的仆人吃啊。他的孩子看了不忍心啊，妈，天气那么冷，你何苦啊？他母亲讲了，这些都是人家父母的孩子啊，这么大冬天起来干活，胃里面没有一点暖气啊，工作会伤身啊。一个老太太都想着，那是别人家父母的小孩啊，我们要善待人家。这推己及人呢，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呢。哦，所以师长这里特别强调啊，要重视敬业三福。啊，我们真的能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我们就能延伸：一切男子是我父啊，一切女人是我母。一切众生皆是我过去父母，未来诸佛啊！我都要爱敬啊！好，那如果有心想在这一生当中啊，超越六道轮回，念佛往生净土啊，好，那你一定要修敬业三福。不从敬业三福下手，这个净土不能成就。敬业三福第一条实际上是落实儒释道的三个根，孝亲尊师落实在弟子规，慈心不杀落实在因果教育太上感应篇，后面的修十善业落实在十善业道经啊，这些不是念的，不是讲的，是自己的生活，是自己的起心动念，是自己的言语造作。起心动念、言语造作跟这些基本的戒条相不相应？相应是善的，不相应是恶的。断恶修善标准在此地啊。就是这三根呢，这个标准呢是三教圣人定的，是性德自然的流露，不是哪个人的发明，不是哪个人的创造。那这三根跟我们的自性相应了，所以唯有性德才能开发性德。孝敬是性德，孝亲尊师就是落实孝敬了。佛教导我们从孝敬这里下手，开发自己圆满的性德，就地藏菩萨的表法，开发心地宝藏。阿弥陀佛就是自性圆满的性德，这样才能与阿弥陀佛相应啊，扎好三根呢、啊。就像《阿弥陀经》里面说的，善男子、善女人呢、啊，是当机者了。三根跟性德相应了，我们扎好三根呢、啊，我们就跟阿弥陀佛相应，这样佛就念得好了。所谓一念相应一念佛，也就是印光大师所讲的一分沉静得一分利益。我们扎根了，有孝敬心了，这个心跟佛菩萨就起感应道交了，佛菩萨都是孝子啊，我们的孝行啊就跟他们感通了，他们就来加持了。孝悌之志啊，通于神明，光于四海，无所不通啊。
我们看那个地藏经一开头啊，哇，那个法会很殊胜哦，十方诸佛都到啊，好，十方诸佛都是大孝子了，啊，今天要宣讲这一部佛门的孝经啊，通通来随喜了，啊，所以我们孝提起来，那得到的加持不可思议啊。那老和尚最后啊，我们也随俗啊，新年恭喜发财啊！这个老和尚他给我们表演的普贤行啊，啊，这个我们要学习啊！啊，大家可不要啊，这个。我们一起学习的啊，老和尚这一段教诲啊，结果家里人聚在一起啊，哎呀，今天真高兴，有什么好高兴的 啊离鬼门关又少了一年了这个要看情况哦，啊，这个法不能用错了，大家本来高高兴兴的，被你这一句话一讲，大家都傻住了。我们呢，面对境界要敏锐，哦，因为呢，老和尚这个是对我们这些老同学要提醒我们了，哦，那老和尚最后也是随俗，哦，老人家在国际间走啊，有一次呢，就让老人家填资料，资料格式里面呢，有一栏呢叫兴趣，老和尚想都没想填了八个字，恒顺众生，随喜功德，哦，哎，这个我们要去体会哦。我们跟老和尚学啊，就要像老和尚啊，哎，我们看看自己有没有常常恒顺众生呢，啊？哦，随喜功德，啊，我们自己的老师学什么的，我们得看清楚啊。老和尚是学华严的，世事无碍啊，啊，主办圆融啊，哦，那华严经总结十个行门呢，普贤十愿呢，啊。哦，那老和尚最后随俗啊，新年恭喜发财啊，我们的发财啊，要发功德发财啊，你看马上又回到佛法来了啊，功德发财啊，因为这个是带得走的啊，恭喜发财啊，多培养一些人才啊，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多一些人才，人才比钱财更重要啊！一个团体最大的财富啊，有人才啊！一个团体里面呢，啊，有顶梁柱啊，有四个顶梁柱啊，这就不倒了啊！所以我们以真实的信心，恳切的愿心，执持阿弥陀佛名号啊，信愿行啊，开发自性啊，无量智慧，无量功德法财啊，这个万德洪明，能灭众罪啊，果能一向专念，自然垢障消除啊，不但道心纯熟啊，且可福慧增长啊！啊，你看这句佛号“万德洪明”啊，啊，我们自信无量的智慧功德，就随着我们老实念佛，慢慢慢慢透出来了。啊，无量光寿是我本觉呀！啊，起心念佛，方明始觉，啊，脱彼依正，
嫌我自心十本不离，直趋绝路。开发自信最快的方法，我们遇到了中了佛门的第一特奖了。我看你们的表情好像不像中第一特奖。如是妙法性听闻，这个妙法是行超普贤登彼岸啊，因常念佛而生喜啊，受持广度生死流，佛说此人真善友。你看十地菩萨始终不离念佛啊，我们在凡夫地啊，就能以这么殊胜的法门从果起修，其他法门都是修因得果啊，我们这个法门是直接从果起修。老实念这一句佛啊，就把阿弥陀佛果地的佛功德变成自己的功德。所以黄念祖老居士说，老实念佛全摄这个老实持名啊，全摄佛德啊，把阿弥陀佛的功德变成自己的功德。无量寿经里面都讲到了，若于来世乃至正法灭时，当有众生执诸善本，以成供养无量诸佛，有彼如来加威力故，能得如是广大法门。接下来是什么？摄取受持。摄取是什么？摄阿弥陀佛果地的功德变成自己的功德。所以这个是开发自性最快的方法。李炳南老师还比喻啊，这黄念祖老师比喻了，其他的法门呢，就像你要吃馒头，你得选种，然后种麦子，你要浇水施肥啊，它成熟了，你要打麦子、磨麦子、做馒头、揉馒头，最后吹好了，吃馒头。这其他法门都是修因。德国净土法门呢，从果起修，就是直接吃馒头。但是我们得吃哈，我们得念呢，所以以后我们见面呢，可以互相问一下，吃馒头了没有？是从果起修的法门呢。少说一句话，多念一声佛啊，多念一句是一句啊，多说一句废一句啊。我们闲话废话少说啊，老实念佛啊，全摄佛功德啊，成自己的功德。具足信愿，决定往生。这个是黄老啊，这两句法语啊，很精辟啊。好，那最后师父说了，祝福大家改往修来，喜心易行，自然感降，所愿则得。我们所愿什么？愿拿到西方极乐世界的护照。往生的把握啊，今年是兔年呢，老和尚是属兔的啊，我们利用今年好好用功啊，能够真正如来所行啊，一应随行，能够相应了啊，一念相应一念佛，我们真有把握去得去。去得了，那这一年就是最充实、最勇猛精进的一年了。好，那所以祝福大家诸恶莫作，岁岁平安，众善奉行，年年如意。
谢谢大家，阿弥陀佛。老和尚现在已经入我们极乐世界啊，老人家的法身啊，遍一切处。我们一提起他的教诲啊，他的加持就到了。本尊是成就的根本，护法是事业的根本。那同学们来这里学习，在生活上这么多法师啊，这么多长辈护持大家啊，这是护法功德。所以静修节要第31一拜，拜护法恩呢。我们这个念恩的心保持住啊，不会退转的。菩提心保持了，念恩的心啊，就是菩提心了。啊，一心观理，尽虚空，遍法界，常住三宝，十方护法菩萨，金刚、梵天、龙神、圣贤等众。哇，你看这一拜呢，我们诚心感谢护法，感应到的常住三宝、龙天护法，无量无边呢，不可思议啊！这个诚能感呢，所以三种根本，本尊成就的根本，护法事业的根本，还有上师是加持的根本。我们净土宗啊，密教显说，所以我们不忘老和尚的教诲，他的加持就不曾离开我们。好，那今天跟大家以老和尚这段教诲，我们一起共勉。好啊，不知道我们明德国际学校的同仁有没有要分享对新的一年的期许，还是有没有要提问？好，有请。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时光飞逝，转眼间就来到了2023年。说到新年期许，一时间心中不知道该期许些什么好。期许学校办得更好，可好到个什么程度说不上来。期许家人能够团聚，似乎又不是好现实。印象当中也只有自己儿童的时候会有些期许，现在似乎已经过了这个年龄。对我来说，新年自省应该更为恰当。欲意进食，提醒自己随恶缘无嗔恚；欲顺境时，提醒自己随善缘无贪嗔。每个人都一定有生活在这两种境界当中不可避免，而在欲进时能够真正正确把握自己，是一件不简单的事。很多时候都会随着这些境界颠倒错乱，想来能够对治的方法也就只有常听老法师的教诲以及常读经念佛了。用这两种方法来引理转念转境，所以我在
阿弥陀佛。您老师您贵姓呢？我姓王。啊，王老师好。阿弥陀佛，请坐。哦，刚刚王老师有提到老和尚的法语，处逆境随恶缘，无惩慧，业障尽消。随顺境处善缘，无贪痴，福慧全现。这一句法语啊，它已经包含一切境界了。我们所遇到的没有离开顺境、逆境、善缘、恶缘。那这一句法语我们能够受持，那一切境界啊，都是来提升自己的，成就自己的。就在一切境界当中放下贪嗔痴三毒，我们就会向上提升了。那当然在境界当中啊，所谓立誓练心啊，那我们也得养兵千日啊！平常就要练功夫了，所以刚刚王老师也提到了，那我们面对境界不被境界影响，那平常一定要多念佛、听经、读经、拜佛，菩萨修行啊，唯一善根精进，我们精进不懈，我们的警觉性就很高。就不容易被境界转了，就像他刚刚提到常随佛学，就像我们刚刚分享老和尚新春的开示，我们面对境界的时候，我们提起无量寿经，我们提起三根的教诲，那就是常随佛学了。我们能提起来了，正念现前呢，邪念就污染不上来了。那当然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我们五轮的本分，所以应祖教导我们敦伦敬分，所以我们对家庭啊有本分，我们尽一份责任。假如我们已经有小孩了，那印光祖师说的，在家人最大的功德，把自己的孩子教好啊，他懂事，他善良，跟他有缘的人都得利了。他假如有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的胸怀，哇，那这个父母的功德就大了。Computer 都不好算了。你看范仲淹的功德现在还在积累呢。我们读他的文章被他感动了。尤其啊，家人这一生相聚也是难得的缘分，成为一家人，把这一份亲人的缘都转成法缘，大家都在道业当中啊有所提升。而我们利益我们的家人跟利益我们的单位根本是什么？修身为本。我们身修了就能够加起，我们身修了，我们的单位也是个家，大家庭，老和尚说的家文化，都以修身为根本。那修身就要格物了，习灭贪嗔痴，我们把我们的习性在新的一年能够把它调伏，把它减少。那在教学的单位，我们老师的爱心，
我们不断提升啊，我们的耐心定力啊要提升啊，包含我们教学的内容，我们也精益求精啊，方法更善巧方便，哎，这都是我们呢可以自我期许的地方。好啊，谢谢王老师啊，阿弥陀佛。好，啊，还有没有同仁要？哦，好，有请张老师啊。尊敬的成德法师，吉祥。啊，你好。我学张雨果，期许自己在新的一年里能够守孝悌、自谨信，泛爱众而亲仁，有余力则学文。这个文是偏重在文字学，因为现在我在教云德学校全校的中文，深感自己责任重大。可是呢，自己在这方面的这个底子啊根基还不够，所以想要好好的学一下文字学、英语学和训诂学，能够深入我们的汉字，深入经典，先提高自己。另外期许自己能够得日进过日少，不忘初心，谨记自己的本分，砥砺前行。谢谢老师，阿弥陀佛。好啊，谢谢张老师。啊，我们张老师啊，对新的一年呢的期许啊，期许自己啊，不断得日进过日少啊，同时呢，他自我的期许啊，也是想着更好的去利益学生。啊，对自我的期许啊，这个是菩提心。啊，劝发菩提心文，其中有一个因缘叫尊重己灵。啊，行安大师有提了十个因缘，我们可以发起菩提心啊。其实尊重己灵啊，就是尊重自己的佛性啊。阿弥陀佛，即是我心啊。啊，就是自爱呀。我们要爱人呢，首先我们要自爱啊！啊，我们当父母，假如控制不住脾气，我们不自爱了，那我们怎么去爱孩子？啊，所以欲爱人者先自爱，啊，欲助人者要先自助，欲救人者要先自救，啊，哎，自爱，尊重己灵。爱人，现在大众啊，最需要的就是正法，哦，而且需要的情况啊，十万火急，就跟这个救护车一样了。真的这么急啊？我看了数字了，现在忧郁症呢，可能60-70%都有啦。这忧郁症是心病啊，得要有法药啊。我听说现在小学生都有想不开的，你看他的情绪障碍都多少年了啊，我们真的要想起无量寿经啊，为众开法障啊，开彼智慧眼啊，获得光明身啊。劝发菩提心文里面有最后是念正法得救助啊，他汉字文言文学好了，他能深入经藏啊。哦，那我承德也随喜功德啊，因为我都吃不胖了，没什么福报，没什么功德，要随喜功德啊。啊，我们遇到的事啊，都不是偶然的，都会给自己的生命啊
一种启示。啊，我曾经在巴黎啊，要坐飞机回英国汉学院，当时候啊，一位同修送我去的，他在车上他就感叹了，哎呀，我的孩子啊，学中文了，他说太难了，最后不学了，太可惜了，他不学了，就跟5000年的智慧不能接上了。告诉大家，全世界最简单的就是中文了。可能有人不同意了。啊，大家要知道啊，因为这一套文字是有系统的，象形，象形好不好学啊？很好学呀、啊，你一讲他就记住了。日，这很好记啊。月，一看他就会了。啊，大象啊、哦，你看那个字的。马，什么？啊，你看会意字，啊，很容易理解呀。人言为信呢、啊，这个会意字的、啊。你看孝也是会意字的，上面一个老，下面一个子，连成一体了，不可分呢、啊。形声字很多啊，大家想一想，跟水有关的字多不多啊？请问大家一次可以教他多少个字啊？你背英文背背看，每个字都不一样。死记硬背啊，可是呢，你知道这个六书造字了，轻松啊，掌握它的原理原则。好，好，那随喜功德啊，也要做一点贡献啊。我们汉学院有学生呢、啊，专攻文字学，今年博士要毕业了啊，他有跟欧洲的小朋友上文字学。啊，我一些资料啊，会后啊，我再交给我们悟清法师啊，再供养您。哎，这个是华严经教的，主办圆融啊，啊，张老师发心啊，啊，他是主啊，我们听到了有责任啊，我们能提供一点力量，啊，我们是办的、啊、配角，啊，这样子主办圆融了、啊，好。啊，谢谢张老师啊，阿弥陀佛。好，没关系哈、哦，还有一些问题呀、啊，啊，我们在之后讲课啊，啊，在啊一起啊跟大家做交流。哦、啊，假如没有回答到大家的问题啊，啊，大家。不用着急啊，我们后面有机会再来探讨。哦，那这里有几个问题比较短。啊，这有提到了。啊，学生在念佛时啊，杂念太多，心不清净，请问如何改善？扎三根。刚刚老和尚说为什么佛号念不好啊，因为我们的心、啊、跟性德不够相应，我们不想着父母老师、啊、我们的自私自利贪嗔痴慢它就很容易现前了、哦、所以扎根很重要，而我们的妄念呢、啊，大分三种，过去妄念，现在妄念，未来妄念。所以《金刚经》提醒我们，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过去的妄想
往往是过去的事啊，我们耿耿于怀呀，放不下。师长常说理得心安，理是经教啊，我们提得起经教啊，这个心就不容易随烦恼了。有一个法特别好，可以调伏啊过去现在未来烦恼，叫做深信因果。佛所讲的经教啊，从事上讲没有离开因果两个字啊。所以师长受了具足戒，李炳南老师跟师长说，你要信佛啊，其实信佛就是要信因果啊。所有的经教就是告诉我们这个真相啊。欲知前世因，今生受这事啊。那我们以前所发生的事，我们就不会抱怨了，因为是我过去生中的因嘛，现在这些因缘呈现果了，所以真正身心因果，不怨天，不尤人，甚至于啊，转个念啊，这些业报报了，债还了，无债一身轻呐！啊，幸好不是临终的时候这个业果现前了，而是现在就过去就现了。所以深信因果了，所有的事都是好事。一般的人觉得不好的事，哎，转个念，债还了，啊，还了债，怎么不是好事啊？好，那深信因果了，啊，那现在被人家骂，了凡先生说了，人之无过咎而横批恶名者，子孙往往作发。所以现在人家骂我，要不要生气啊？金刚经说的，善男子善女人受持读诵此经，若为人轻贱，我们都在修行念佛法门呢，修大乘佛法了，还有人毁谤轻贱呢，先世罪业因堕恶道啊，已经世人轻贱故，先世罪业即为消灭啊，当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啊。我们无始劫的轮回有没有造业？有啊，怎么消？现在骂我们的人帮我们消啊，他们不帮我们消，我们得到哪里消啊？先世罪业因堕恶道啊，到三恶道消，三途一堕五千劫，大家想一想，是到三途去待五千劫好，还是被人家骂一骂好啊？当然我们不是去怕找人家你骂我吧，你骂人家觉得你脑子有问题了啊。你的缘分是这样，不是坏事啊，真正明理了，事事是好事啊，人人是好人啊。啊，我们今年定一个目标啊，要过上什么日子啊？日日是好日，时时是好事，人人是好人，事事是好事。你看现在烦恼，我们用经教一思维都是好事了，未来的担忧深信因果不担忧了，预知将来结果只问现在功夫啊，
我每个心念都对了，有什么好担心未来的？况且老和尚有法宝交给我们，你这一生为众生学释迦牟尼佛，你这一生佛菩萨安排，自己不操心，那就没有未来烦恼了。预知将来结果，只问现在功夫。但行好事啊，莫问前程啊。要怎么收获，我现在怎么栽就对了吗？所以深信因果，对于过去、现在、未来烦恼都能调伏啊！那我们这个三心不可得，这个烦恼能调下来，烦恼轻了，我们这个佛号啊就相应了，就念得住了。好，好，那今天就跟大家交流到这里，好，谢谢大家，阿弥陀佛。